你伫咧居家隔离，哪有啥物好危险的啦？你有这个孝心就好啊。我看阿妈情形哦，嘛有较好，你放心啦。等到是你隔离期间哦，家己的身体要注意哦。嗯。小峰。啊，无啦，无啥物。拄仔小峰行过，皮包落去涂骹。我来甲聊，甲陪伴好阿姨，哈，好，阿廖仔，哈，再见。你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少讲，不管你对我有哪样不谅解，我拢会当接受。不过我希望你能了解，你妈妈伊足自责，去害着你啊！阮妈要安怎自责，这是阮家的代志，无需要你这外人来讲。但是要讲自责，上应该自责的人是你，因为你的错误毁掉我的人生，那是会当的。我拜托你，请你马上离开我甲阮妈的人生。天下无多一个做父母的，希望看到家己囝伊是一不祥。少峰，我所做一切，我拢是为了你啊。假使讲会当啊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做一个好爸爸，一次就好啊。你特别拢讲你想要做一个好爸爸，啊，不过背后拢是一寡小动作。你若真正有这个心，就请你马上离开我甲阮妈的世界，等于你的印尼去卖木材啊！你也知呢，有你伫的每一天，我的心事拢有可能会变空啊！我讲过啊，我所做一切我拢是为了你啊！你特别拢安尼讲，我已经听到真心啊！少，听我讲，胡高啊！你哪在家？我捡到少峰的皮包，本来要害伊的。拄则唔管你叫一声，像你种动作，无听到。我哪做袂到嘞？安尼我着无收一切代价，来伤害叶志成，让我将你的钱拿来。你个性我真清楚，
你说挂念只有你的后生，为着你的后生，你什么拢会当放弃？我嘛是同款，为了我的后生，就算讲是垃圾袋，我嘛做会到。蔡无灵，这二十几年来，你抓到别人的弱点，卡袂着提来威胁，这个性完全拢无改变。你若真正是为着你的后生好，阁要提出做爸爸的勇气，以身作则教育伊，予伊清醒。我变作教育我后生，无需要你来教我。少峰伊即马只是伫咧躲避，伊只有面对现实，伊的人生才有法度重新开始。你讲的代志，我会考虑啦。也毋过，我无一定会照做。搁较安怎讲？少峰是我自细汉看到大汉的囡仔，我无希望伊冤有分我，所以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袂甲别人讲。啊，毋过我希望讲，你甲少峰会当去阿妈面头前讲好清楚，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。那是我袂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我嘛只会当甲你讲到这样尔，你心肝应该真清楚。你只有安尼做，少峰才有一天真心认你这个老爸。我继续跟你走。我刚才我拄好我回头看到你伫甲伊讲话，咱若无代志，毋知变成啥款。该讲好，莫互伊讲一个无应该讲的话。我快等去应付阿妈。康水，我看也是无啥要紧，我开一个药啊，等伊互你抹，应该真紧就好啊。多谢你。你有事吗？应该没事啦。有需要我给你转妇产科看卖吗？在这个时阵有心，我要挽留郑南博。啊，不过莫妮卡刚会退让，伊若是不爱退，我这个囡仔……哎呀，亚妈，妈，啊，你的脚是安怎啊？哎呦，还着迄煮营养煮甲无甲事啦。啊！去换家属的时阵吼，脚煞去掼伊着啦。哎呦，你啥煞袂甲我讲，我会当转去换啊。嗯，啊，甲你讲，人家就走了了啊，你嘛古锥，我规日天门拖来较紧哦。啊，你读到安怎啊？哦，我说你去弄着的。啊，来陪伊咯。我甲无啊。哎呦，哦，这脚嘞，脚骨嘞掉嘞，来来，加擦，来，先等下做一个膏，好，谢谢你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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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我看这两天哦，店就是卖开，也若无你一直做代志，也无休困，你的脚绝对是袂好的。好啦，好啦。你安尼脚无方便，嘛是爱人照顾。无我带全全转来，住一阵嘛，安尼我嘛会当较放心。啊，转来已经隔离出来啊，你免甲顾着。阮大家会当顾伊啊，而且你脚无方便，我转来陪你嘛是应该的。
哎呀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我迄个大家哦，就是较杂念，啊，不过伊应该会当体谅，我即马就确定会回应。唉，你就是甲妈讲，你想要带囡仔返来厝的大，是毋是甲这两日外口有查某有关系？头拄仔你伫病院，我看你迄目眶红红，我都感觉奇怪。 我唔叫你陪我回来，就是要甲你问个清楚。你是唔通讲白贼咯？嗯，是啊，是甲谁人有关系？啊，恁两个代志拢讲开来了。啊，进来安怎讲？伊竟然讲，伊唔知影要安怎做。 什么叫做唔知影要安怎做？哈？迄只结婚的人，就是爱对婚姻失重、对某囝负责任。什么叫做咧唔知影要安怎做？啊，伊是拍算要安尼放某放囝？哎，着讲迄个查某人对伊的事业真有帮助，会当互伊好好发挥，所以无法度放下。迄拢借口啦！伊家己嘛无法度好好发挥啊！ 哦，我来去甲问。哦，看伊是安尼要安尼求，我会走脚。妈，看我，妈啦！啊，伊即马就唔知影要安怎做，你去避嘛是无效。我甲郑南讲离婚，是因为我顾虑着全权，所以我希望会当等到伊清醒。啊，你即马若是去，对代志也是无帮助啊。互伊好好想清楚。 要若无若真正离婚，蠢男，毋知影要安怎面对全权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面对全权。我安尼听落来，你是暗算要原谅进来吗？卡苏伊愿意甲外口迄个查甫人撮合你，我会当当做代志无发生。 啊，恁大家安怎讲？你有甲讲？恁大家虽然足成正人的啦，吼，啊，不过，搁安怎讲？伊嘛甲咱同款，拢查某人啊，徛在查某人的立场，伊应该爱甲你斗苦劝因，因囝才对啊。大家无要甲你斗相共，是安尼讲啦，是我家己无互伊知影，啊，伊的嘴无安，搁常常甲全全做伙。 我惊伊若是讲老狗去，哦，全全知影就害啊啦！哎呀，啊你安尼，你安尼就是，除了等郑南回头，你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着着啊？所以来就看郑南的态度是安怎。伊若是继续执迷不悟，我嘛是甲伊离婚。 啊，你头遐这样做，是正人甲你去敲电话无？毋是啊，无你去病院创啥？身体无爽快，还是够有心啊？若真正是安尼哦，还想有清楚哦，啊，若无囡仔生落来，想要离嘛无法度离啊。啊，你当初嘛是安尼想？当初恁爸伫外口晃动啊？ 啊，我甲你抱的，一人伫咧厝内底安尼烦恼。我不是拢想要离婚，啊，不过我钱趁无济啊，我嘛无把握讲，把囡仔带返去后头厝，是毋是会饲了搁较好？好佳哉是恁爸爸后来回头。 你是不是有我这好运？
真正唔敢想呢。弟弟，即马时代无同款啦，哦。啊，你这么有能力的查某人，要请一个囡仔，无困难啊。啊，想要给囡仔有一个完整的爱，哦，咱爸爸妈妈，哦，阿妈，佮你三个小妹，阮拢会做较到。只要你想我清楚，唔管你做甚物决定。妈妈都会支持你。你的身体阁真勇，甲你乖乖阿公，你无食啥物物件，看起来精神阁袂歹。叶少峰，我甲你也无冤无仇啊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讲起来，我是甲你无冤无仇的，啊，不过我只不过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受人之托。是柯小平，你把我抓起来对不？血会减够了，紧走。你帮我走好不？我若是离开，绝对袂把这个代志讲出去啊！拜托的啦。绝对袂讲，啊？遐是别人讲这句话，我还会相信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你是王雅慧的小妹。啊，你姊妹啊，为了叶志成。会做啥我是不知影，所以你讲这句话，我哪有可能会相信你啊？那是去让人知影你把我关在这，你嘛都袂过法律的制裁啊！你放心，我敢安尼做，我就绝对有把握，袂有可能去让发现着。紧起哦，我后边的人已经无想要再和你留伫个这啦。给我放开！你若是不放我离开这，我今仔都。家己伫遮死了，你看。安尼敢好？你也真正家己死伫遐遮，唔然你巴肚底个囡仔会对你无命，恁王家卖对农家散体，安尼敢有价值？恭喜啊！到即摆为止，你规丛好好诶。柯小平，我就知影一定是你。你知影会阁安怎？你还是同款，干那乖乖啊，踮伫个遮，到位拢袂当去啊。你真正足悲哀诶，爱袂着床啊，都对我做出即款代志。你俩准讲，若是无我，床恩就会爱你。真歹势哦。陈恩早就把你放袂记诶，伊明明知影你诶失踪真有可能甲我有关系，啊，毋过伊啥物拢无做啊？无可能，陈恩伊无可能安尼做。陈恩是检察官，你对伊若真正遮尔啊重要，伊早就无顾一切去来找你，啊，毋过伊敢有？你敢确定陈恩真正爱你？就是确定，你就唔免这么高刚，把我抓来遮关啊！那是因为陈恩，伊受过诱惑，伊无爱伊的爸爸妈妈受过烦恼，伊才会中毒，唔知要安怎甲你分手。啊，不过即马，我会甲伊挡落的石头拢拔走，伊就会当欢欢喜喜
去接受应该爱有康庄大道。我伫即马想要对我安怎？对啊，你讲啊，我应该安怎处理才好呢？这是你的未来，我给你自己算。我只有两张牌，一个是机会，一个是命运。你想要选倒一个？好啦，我偷偷我跟你讲，你若是选机会哦，你会当去国外为娼；你若是选命运，你就死路一条。叶少峰，你敢真正要跟这种人同流合污？你嘛是做爸爸的人，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恁叶家？敢对得起你的阿妈？你莫杀人，我甲少峰的关系，你也是赶紧求菩萨，让你选一个对的路，较实在啦。我选啥？拢无路用啊！安尼我甘愿死死的，若是我的死会用让你停止这款变态扭曲的行为，没有，我甘愿死。安尼你就一世人，排这杀人的乌影。你管你家己，讲到好惨，就家己是烈士同款。啊！放开啊！我想做的就是像你这种自以为是、敢那伫个壮烈牺牲同款的态度。你看两尊公，大家用甲你共款扭曲。柯小平，你即摆回头，要搁会有？放开！那那就是你的意，上一局了。你犯了上大的错误，就是做了这个富家千金的情侣。伊有钱有势，就算是你的命，伊拢有法度买着。所以你的人品，嘛是伊用钱、用款式买起的，对无？你的人品真正就无简单嘞。胡言乱讲！行了，你给我放开！今麦你甲巴肚内底的囡仔，着准备发挥你人生最后的功能啦！用恁的死来成全我甲陈恩的爱情。陈恩只有甲我做伙，伊才会当发挥伊的才情。安尼才要去予你甲你巴肚内底的囡仔拖累。你的囡仔嘛算是有效啦。伊根本就是用钱买感情，这毋是爱情。交易，陈恩若是无爱我，伊无可能选择我。之前陈恩是为着你，伊才会三心两意。你若是相信，陈恩就会当转身，一步一步，走到伊的人生巅峰。你敢确定陈恩的爱是你？你若确定，你都袂把我绑在遮。今仔是用钱。用款式，把陈恩绑掉的。那是到一天，陈恩啥物拢有啊？你感觉伊还阁需要你？点去，你甲我点去！我若想讲唔对，你就袂这么激动啊？好啦，莫甲伊讲我坐啦，若要甲处理掉，赶紧啊！都要亲手送伊去了。拜拜。
你来我处理王雅婷，我已经做。所以伫咧阮阿妈80岁生日的时阵，你就一定要挺我到底，要将我大业集团董事长这个位置来替我抢掉。我讲会到，做会到。无王雅婷伫咧空气，真正特别清新诶。是讲，这杜承恩，你敢袂去怀疑？早起的时阵，你搁伫咧问我王雅婷的下落，你搞我真正足烦，真正足压榨。啊，不过即马我的心拢转开啊，我感觉这个世界总算搁是属于我的。哎，我的手为了听你拢擘着火啊，所以你是唔通袂记你答应过我的代志。你放心嘛。你这阵搁伫咧隔离，我绝对会予你坐去你大悦集团的董事长。刷落来，你就会当伊大悦集团的董事长身份来参加我的世纪婚礼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感觉咱会合作了真欢喜。合作了真欢喜。哎呀，爸！哎呦，你是不是叫啥啦？你哪会走来吃啦？我来提佛珠啦。你妈早起吼去拜拜前，啊，我特别想等你哦，好心退村啦。哎呀，我问你，你敢知影你妈为啥去拜拜？啊？我哪会知影？你是惊唔知，真唔知？哎呀，你两间无跟咱联络呢，啊就无亲戚，无卡一通啊电话，你妈现在烦恼到要害。你无要无紧，会紧报呢。哎呀，雅婷一定是平安的啦！你放心，等雅婷回来，我就带伊替妈报过母亲节，好吧？行啦。哎呦，你是咧扭来扭去，你欠人钱，今日甲你倒是无啦？行啦，好。因为伊欠的是感情债，算不着小平做一个。杜一定，恁囝哦，安尼黄摇摇，一定是有啥物代志，家你知影。啊！要做人有妈呀，搁遮尼无胆。无胆的人到底是啥啊？认真讲起来，你这是上好搬戏的哈。听讲你去隔离啊？啊，不过我有调查过啊，你应该是假隔离对吧？你是不是惊讲小平确诊会传染给你？唔知郭耀宗，敢知你这一点啊小小心思啊？我应该叫小平花提醒爸爸，什么是患难见真情。哦，我买提醒小轩啊，爱花跟你姐联手对抗你姐，是要坐去后母位置啦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卖甲讲个遮啦，你妈你等。不是，彭美兰律师还无回去啊？啊，等一下啦，我有调查一寡恁后生的代志，我当想要参考嘛。不是安怎？你后生自细汉就真贤读册，吼，一直都是第一名哦。嘿嘿嘿，就你讲，阿达以前有读册，开始拢是学霸的呢。你敢知影伊是安怎是学霸？那是因为伊伫压霸别人啊。自细汉开始，你后生就要抢第一。叫第二名的人威胁到伊，伊就会动脚手。毋是伫体育课害人受伤，就是伫考试进前，甲人笔记藏起来。总共一句，只要你后生想要得第一，要第二名吼，佫再死啦。我毋知你想讲啥，莫佮我袂讲话啊！啊，我说你去挂喙齿啊！我讲的拢是你以前的老师佮同学甲我讲的啦。你若要算账吼，爱找着啦。为着你查你的过去，我开袂少钱啊。啊，不过真有价值啦。你哦，就是因为自卑，才会做这样子卑鄙的代志。所以你拄着代志，就避伫小平后壁。
因为你真巧啦，你知影出社会了吼，做歹代志爱担责任，上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靠山。莫怪啦，你拢一直闭伫小平的滚那卡。彭美兰女士啊，把咱讲话讲讲，莫讲啊歹听啦，啊无是想无过去。对啊，承认过去那是过去的代志啊，你怎么有过去的代志？你讲起码你是讲呀。杜炳丁，你安尼讲吼，有两个原因啊。第一是你以前很乖，所以你无爱讲过去。第二呢，是你应该感觉见笑啦。你家己的后生无好好教育好，要替伊安扛。承恩的心早就飞去小平的身躯顶啊。在恁的面头前，伊阁假做，甲迄王雅婷感情偌好，啊恁爸仔拢同款，迄讲白菜吼，讲到连家己拢相信，可怜呐！刁皮，安怎？变小灯小平，这个证明我讲了无唔对啦。你伫小平甲王雅婷中间骗来骗去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卑鄙的人啊！你拄着到这个万叹社会不公不义。你根本无愿意吃苦啦！你身躯顶头的是骗子的货啊！我不准你侮辱我爸妈！你今日若是予人探听，无人会讲为恁爸妈遐去啦。恁爸妈今日予人讲吼，嘛是因为你啊！你家己还敢啊见笑？你这菜蛋查某，倒位有一边你倒位去啊？搁想要假高尚，假一个女儿我最大的模样，敢侮辱我爸妈，我小问题啊！你是安怎啦？你是挖人的嘴是无？要讲啥话，你讲啊！你莫甲听就好，你家己心内清楚较要紧啦。好啊啦，莫伫遐假鬼假怪啦，自以为清高啦。你好生甲你同款啦，一讲讲唔过伫遐假委屈啦，互社会欺负，才叫小平吼来替伊解决啦。方美兰女士，无话讲啊，差不多就好啊。讲讲伤多啊，结果害家己啊。安怎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后生会保护你？我阁真想要看，恁后生要怎伤害我？你等下看啊！哎呀，卖那么大声碎声啦，唔是这个意思啦。我是讲你要甲念明个啦，卖超过啦。杜成就是有恁这款爸母，才会愈行愈偏啦。伊做唔对代志，你阁为何伊哦？好。我若是伊的爸母吼，我真正是见笑，敢唔知要安怎活啊？你，阿叔你是安怎啦？大声细声的起家动手是？伊安尼讲你干嘛？我都来花甲死啊！你用钢剑细把气笑啦！你个动着起头张吼，用要凊彩补补补，你用补补死我来讲。哼，迄王雅婷吼，上好是莫回来啦。啊，若无吼。拄到这款无情无义的未婚夫吼，早晚嘛是予人放杀啦。彭美兰女士，会堪要退，会堪要让的，我拢尽量让啊。啊，你搁唔听爽？你感觉真委屈，杜明丁。你阿母有这么失德的后生，迄是因为你以前袂解药啊害死人。你即马无甲伊教好，叫伊忏悔，我恐惊迄报应会一直来啦。以后吼，唔那是恁阿母尔，连恁的祖公祖妈吼，拢会予人背叛背叛。我今日讲的话吼，请恁回去好好思考一下。你，想准备搞伊有啦？啊！你平常人讲要甲你刺激，啊！你是大个歹咯？伊讲啥你咧听哦？我无在想这多啊！伊在糟蹋我，糟蹋你干嘛？只靠陪我出门咯？啊！你要对啦，你莫讲我的代志，你先赶紧甲佛祖提灯去红嘛，顺便代伊讲雅婷一定平安的，叫伊莫阁烦恼啊！我先去处理代志啊。啊你，是你啊
陈主任，班长，你找方美兰偷钱啊？关你什么代志啊？我跟你一个界。你欺负亚天的代志，我未跟你算啊！而且你现在是通缉犯，那也跟我无关系。俩话你无好处啦，你帮我耍，我帮你办代志。听讲柯小平已经摕到伊爸爸的股份啊，嘛要支持你，要是大业集团的股东，我安怎讲，嘛是爱我你一边啊。万一我离去啊，还有机会较早出来。你有啥听话？我帮你耍，啊，不过代志还要上班。你爱我做啥？你是安怎对待雅婷的？我就爱你安怎对待方美兰，绝对袂当想过疼惜伊啊！强加死！我来教教你乖。你是安怎？哪会穿到安尼啊？你感情这正样，唔知见笑啊？你敢叫陈嘉诚创治我？我袂让你好过啊！我会让姚总知啊，你今日所做的一切，你今日无甲我抹死，你也袂想要做官家驸马呀？你误会啊，这个代志跟我无关系。你敢做唔敢当？过去搁嚣嚣咕咕，讲家己有偌正义，今日为着要出一口气，做这款代志。我的调查报告无唔对啦，你就是为着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你就是这款人啊！就算小平给你靠，我嘛要甲你打到你永远站不起来。你当试看卖啊！我跟你讲，姚总绝对袂给你这款人做伊的囝婿。杜成，你今日给我的侮辱，我一定要你害！创治我，我安尼替一世人来赔，敢若是严查官唆使强暴这条罪，人家会乎你一世人不贪不乱。陈嘉诚，我叫你办代志，你做我一半，搁挑起公平，我你什么意思啊？方美人都把我认出来啊，我给你讲出来，是安怎减轻我的罪啦？你即马带我来去警察局，走！
你找我出气哦！你该想看卖要安怎对付方美兰啊？老婆，你也比我更加凄惨啦！我认真，我把我一切保掉的，我把小明了掉，别让方美兰毁掉我一切。少峰哥，你敢无登去现场去巡看卖？你爱会记哦，千万爱注意，绝对袂当让我阿顶浮起来。我就是要爱伊做鬼，嘛无法度翻身。伊若是翻身，你要做董事长就搁较困难啊。小平，你哪来找我？我想来跟你回信嘞。咱伫个电话内底，为了阿天的代志冤家，我想过啊，是我想过无风度。你爱我，甲阿天放下，你无做唔对。其实我嘛无好啦，我明明知影你要放下，我阁为着伊甲你冤家，你敢会感觉我受过幼稚？我感觉你真要紧我。你敢那看起来真正无咧受气呢？你帮我啉酒好吧？来。安怎？不我啉酒，敢无遮尔啊委屈？无委屈，只是我有一口气吞袂落。这酒啊，嘛无滋无味啊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拄则拄着方美兰啊。伊搁对你讲话无客气是毋？毋，若是无客气，讲话搁真歹听。那是批评我，搁甲阮爸妈、妈妈惨落啊！伊讨厌我是无要紧，啊，不过甲阮爸妈安怎，安尼就伤超过啊。那安尼，你就甲伊骂转去啊！啊，是我即马带伊来给你骂。唔免啊，你叫伊来给我骂，安尼伊会搁较看我袂起，搁较对我有话讲诶。其实啊。伊讨厌我是不要紧啦，啊，不过我上惊的，就是伊搁会走去甲伊搭头啊。你有啥物好惊的？阮爸会听我的。我知影恁爸会听你的，啊，不过最后代表恁三个人搁会冤家啊，这是我想袂过心的。你想想者啊，阮爸徛伫我这边，再阮冤袂起来，等到是放袂来，伊会家己去甲赵来商。阿哥，伊是恁爸的红粉知己呢。你若是甲伊气到对我来伤，安尼敢讲恁爸就袂找我麻烦啊？阮爸若是找你的麻烦，我会当解决。只要你有理，我绝对袂予任何人傲慢你。其实你毋免去听方美兰讲啥，你是阮爸的囝婿。方美兰就是外口的查某人，咱只要甲伊挡伫个门口。伊连门拢无法度入来。即马这个酒啉起来，就搁较有滋味哦。搁试看卖。
你要报答吗？你哪会当讲是报答？我是要让咱的关系更加稳定。那恁你敢知影，咱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咱的感情更加稳定？只要咱两囡仔有家己的家庭，就无任何人会当破坏咱的感情。就算讲阮爸妈同款，我已经准备好要做爸爸。知影你安尼做，唔是咧甲少峰斗相共，你是咧害伊。趁即摆伤害还袂造成，你紧苦劝伊，好好面对家己的身世，甲创哦，才会当解决问题。你即摆是话要控制少峰，毁掉伊家己啊？少峰身世的秘密，总有一天大家会知影。敢讲伊要一个一个处理知影这个秘密的人？继续污骂落去，伊愈行愈偏。你做人老爸，你敢目睭金金要看伊行歹路，毁掉伊家己？你无错，甲我讲这人生大道理啦。这话对我来讲，一点意义拢无。无灵，你伫阮业干嘛？遮尔啊济年啊，你应该真清楚，阮妈偌疼少峰。就算讲少峰毋是业界的子孙，伊咪甲当作孙来听，所以只要你愿意认错，绝对要有挽回的余地。话莫讲得遐好听啦，今日少峰会变作安尼，拢是你造成的。那还是我。少峰今仔日变作安尼，拢是厉害的。你乱讲！你当初是巴肚内底有少峰，你老母应该讲白菜，讲迄是文创的囡仔，硬要入业界的门，这就是上大的错哦。所来你安怎教少峰的？教伊爱争爱抢，造成囡仔这样个性。即马呢，变作一个心肝潦倒的人，这敢毋是你的不对？搁再讲，伊即马若是爱执迷不悟，硬要抢业界的财产。以后所有的伤害，拢会倒去伊身躯顶，你知无？你点去？什么叫做抢？像你这年来，我甲少峰伫业界付出偌济，我只是摕我应该摕。卡输迄是你应该摕，那安尼你就应该光明正大来争取，毋是用遐尔啊侪垃圾的手段。为什么用垃圾手段？因为你心肝的心虚嘛，你知影你无迄个资格啊！你畜生啊！道理讲袂赢，就起卡动你手。你来抓着，我要跳破伊一支嘴，快外头讲的。好啦，分手啊！伊就超过伊哦，讲遐话要来刺激你，伊无少正经动啦。你莫甲我动啦，我要狠狠看。好啦。不管你安怎对待我，拢无法度改变少峰的心思。你爱为这件代志干嘛见笑？杨氏，你好，你嘛无少讲话这两声，你是唔通袂记？分手过一个好心少强，伊是业界黑妹，就算讲少峰唔是业界囝孙，少强也是业界大班的好心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少强的个性刁得够善良，所以绝对袂听你的话去做歹代志。我刚刚乱讲，少强是我的好心。你唔通使人伊哦。虽然讲少强是你的好心，啊，不过伊甲少峰无同款，所以我相信你若继续做歹代志，伊绝对袂结点点。好啊，唔免讲遐尼侪话啊。今日你会伫我的手头，就表示你的背离无法度甲我作对。你唔相信？当初时我要入门。你嘛只好乖乖离婚。是安怎？你先做业界的新妇，尾啊大房是我，唔是你。
赵凤的心情要憋空，马上来老饭店，啊，你的志成搁去我们隔离，啊，这不是天意是啥？恁志成注定是细伊阿囝，这世人免想要有出头天。我唔准你糟蹋志成，我唔准你糟蹋志成，你杨生，畜生，杨生。叫你个办好，你就是唔听。好了，杨生，你想我较安稳一寡，那无我袂阁这么客气啊。你就是伤软心啦，阁予伊待到这么舒适，我去找一个人，予伊困几工啊。等我少峰接到大业集团的董事长，再放伊出来拍跑啊。你莫想讲你甲我关伫个家，少峰就有才调顺利接班，这你就唔免烦恼啊。你知影骂有一个记事本吼？你是讲骂常常记重要代志迄个记事本？无唔对，我趁骂饭店的时阵去偷看。你知影我发现啥？爸实在有够偏心，竟然留一大笔财产给阿尤。爸疼家己的查某囝是倒位咧？伊是嫁出去的查某囝，为啥要倒来分财产？伊要跟阿少峰争董事长，伊就要孝顺业界1500年。爸把钱留给阿尤，伊把财产给伊，你有啥物资格干涉？哈？谁讲的？妈的记事本顶悬写讲有一个关键的印鉴，迄个印鉴若断落去，就容易拍开业界的秘密金库。等我找到迄个印鉴，我就要改变所有的一切。迄个印鉴现在在倒位？还阁唔知影，因为妈即马烦恼，安怎问也问袂出来，就要慢慢啊找。你敢知影？迄个印鉴在倒位？我唔知，我知影敢袂甲恁讲。你莫讲也不要紧啦。我去找进前照顾老夫人康复，还佫退休的管家，想办法为因遐找到一个线索。我希望你永远拢找袂到迄个敏感。少峰，别用这款垃圾手段坐董事长迄位。歹势吼，互你失望啊！就纯粹无找到敏感，也毋过柯小平已经要支持少峰。李艳妈80岁生日迄一天，伊就会宣布要请少峰做董事长，董事会马上改选，阿尤马上去用救落来。你哪能安尼做？有材料给我动啊！嗯，你敢知影？你若直接安尼做，少峰就无法度回头啊！无法度转去业界是叶志成。我上讨厌看伊高高在上，袂输甲男主角同款。柏林，我看叶志成也处理一下啦，看是要给伊看无，还是听无？男主角不是拢爱安尼才会励志。我唔准你伤害志成，你是安怎做什么伤害别人？你是安怎？你这人到底啥？放屁！你个屁！妈宝偌久啊？我已经找医疗人员过来，连咪伊都点点啊。免去惊吓啊！去想办法，去想办法，看要安怎。今天婚纱好看。啊，这嘛都够水的呢，那算了。小姐，啊你是谁啊？你来坐在阮家啊？阿妈，你唔敢袂记得啦？你看较真足的啊？我对你有印象哦，所以我是啊，你是大学生了没？来，底迄个宝卡卡，什么大学生了没？宝卡卡，我是少峰要过门的太太，我叫做雪莉。啊，你三班呢？
小芳已经娶太太了啦，有家庭啊啦，哪有可能搁娶太太？啊，不是古早人，搁大宝细姨哦。阿妈，你看，你有搁袂记得啦？少峰甲张嘉玲已经吼要离婚啦。哎，你一下多好，我开车边吼，车做上的，你甲我陪陪嘞。嘿，吃吃吃吃，嘿嘿，好啦，吃。嘿嘿，对。哎，阿妈。啊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，啊，你得爱好好啊，乖乖回答我啊。什么代志？啊，伫遐，对。姐，对，哎，姐。阿妈，啊，你迄工摕伫个手链的迄印章，啊，是藏伫倒位啊？我即摆记伫遮尼歹，我哪会记的啦？袂啦，你好好想头脑想，一定想会起来。想看卖。我想起来，我放伫迄橱仔内底。阿妈，啊无啊，你莫我白讲啦。啊，我敢那等起你粪扫桶啊呢。你是来搞我装笑的哦？你较认真想的好无？哎，我想看麦，哈，敢那是咧我房间内底迄三橱内底啦。妈，三橱我早就找过啊，根本就无看到。哦，哎，安尼是到底在倒位哈？我最近常来去饭店的休息室，敢袂讲袂记放伫遐？有可能哦，你紧去找看麦。好，我即马就去。小等下，无啉奶呢？妈，无啉，伊毋是去印尼做生意，你袂记啊？你讲白贼，伊毋是已经转来啊？你哪要骗我去印尼啊？我想讲，你咧问以前的代志啦。是啊，是伊回来啊啦。是啊，啊，咱搁有做伙食饭呢。对啦，咱搁有做伙食饭，无唔对。妈，啊，你搁会记啥？哎呦，我，哎呦，想袂起来啦。我若搁想哦，我头壳就疼啦。哦，你想袂起来，莫想啦。你先休困啦，我出来一下，好。家的人真正抓住我老糊涂啊！竟然想要举手砸天，我再来看卖，因家的人对我友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？到时我再来一个瓮中捉鳖。阿妈，你到底要想讲话啊？无啊。我哪敢那有听到你的声呢？你讲拄只，来，你坐咧，我甲你讲。我咧读迄网络故事啦。这网络故事是讲吼，有一个欧洲的国王李尔王的故事啦。这李尔王吼，伊是真糊涂的老爸啦，竟然听人的花言巧语，甲国王的地位吼，交予伊迄个不好的查某囝的故事啦。啊，这故事你敢捌听过？有啦，你讲这不好的查某囝啊，为了要抢国王的位吼，欺负伊的姊妹啊，搁把伊老爸放杀，是毋是真可恶？是啊，真可恶。啊，好家仔咱叶家吼，无这款的子孙啊，真加载。阿妈，啊，即马网络上搁有这种故事啊，哪趣味啊？是啊，我无聊吼，就摕来读。啊！即摆迄故事伫了，阿妈你拍开互我看卖好，我嘛较有兴趣。好啊。
啊，手机也无电啊啦。这，那拄好啦。小红，你阁真正对这个故事有兴趣哦？等我把电充饱吼，阿妈再摕给你看吼。想要来创啥嘞？偷摕物件是无？是阿妈叫伊来摕应干的。你凭啥物讲伊是贼？阿妈才袂把遮尔重要物件放伫咧遮，而且佫交恁两个。我看吼，根本就是你用骗的。问阿妈讲应干放伫咧倒，想要来偷摕。真正是阿妈叫我来摕。嗯，你讲是就是哦。我嘛会当讲是阿妈叫我一直爱甲你等甲紧死死。过来啊，麦莎，麦莎，不，卖乱啦！来，应该给我。这是阿妈的，不是你的啊，啥做要给你？你有爱给我是无？这个休息室，等下叶家人再来用你卖。你想要伫这出现？我卡着你叫警察来，讲你要伫这偷摕物件。你报啥物警啊？阿嬤，因讲我偷摕物件，佮讲我毋是这个家的人，无资格来食。昆笑，你讲迄什么话哈？你莫三工两工都为难家人啦！啊，做大家无一个做大家的款，真正有够害的呢。阮大家也无讲唔对啊，这个啦，伊啦，伊是贼偷，紧家抓起来。好啊好啊，拢莫吵。要报警嘛，是我来报，手机啊，摕来。来，警察小姐哈，我要报案啦。啊，你叫什么名？哦，雪莉。哦，这有一个叫雪莉的小姐哈，莫名其妙啊，撞入来家啦，我要报警察给你啊啦。阿妈，阿妈。我来。喂喂喂，歹势，是阮阿妈报唔着去啊？歹势。妈，你袂记啊是无？雪莉是少峰的朋友，伊无歹意，伊是好意要来甲你找你的应干，伊今日乌白蛋，伊无去啦。我唔管啥物好意歹意啦，我哪有可能叫伊来啦？阮家应干，无需要外人来找。阿嬤，你讲了好，给你两个赞。你明明就跟少峰离婚啊，还讲一直亵渎阿嬤，你到底有啥物心哈？真正有够恶劲的。无唔对，我已经不是你的新妇啊。啊，不过你莫袂记，阿嬤讲我是永远的查某孙，所以我当然是叶家的人，我绝对有资格徛伫咧遮。你莫想讲要一直讲叶家高高低，你出去。哎，是啦，是啦。小红，你搁徛遐创啥？你妈跋倒呢，起来扶起来。妈，啊，你若行路才无细腻啦，有血啊，行路搁才无注意，骨头若是断去吼，就真害啊。哎，阿妈。这个应干无足重要的，你家己哦一定要想好。嗯，好。你甲你的朋友讲清楚啦，叫伊莫一工假唔出来阮家啦。我无介意厝内底有外人伫的啦，若无我着要叫你阿哥转来处理哦。有听到无？阿妈，有啦。安尼无代志啊，咱来食下午茶。好。伊哦，伊头挂一直调，搁伊甲我应过来，我怎这样子创治的啊？
我嘛是感觉，拄只阿妈根本就是超工，把脚撑出来，让我跌倒的。本公，阿妈敢会已经好啊？是讲这嘛不是无可能。你当面伫个要紧的时阵，阿妈就敢那，规个人拢正常起来呢。好啊，莫管遐尼济啊。即嘛上重要的是迄个印鉴，既然知影是你阿妈的手头，不管是用拐啊是用骗的，拢要把迄个印鉴摕到手。只要有迄个物件，想要甲叶家移山倒海，拢会用的。妈，那个张嘉玲这个未爆弹，你都要好好处理哦。啊，若无，伊啥物想要爆炸，还佫唔知。是安那，恁拄到张嘉玲拢无法度啊？是安那，恁这么惊伊？你莫问遐尼济啦，你只要紧去把迄个印鉴骗到手就对啊。伊啊，不过我感觉阿妈咧提防我，我有可能真正让伊赶出去。啊，阿妈喜欢听传奇故事啦，不管中国还是西洋，伊拢介意。你会当打扮着故事人物去接近伊，啊，再慢慢啊找机会套伊的话。好，希望哦阿妈的头脑会当一直好度落去。安尼，我就较轻松啊。放心，我有准备。妈，这是啥？这是医生开予恁阿妈吃的药啊！我趁伊无注意，对厝里炸出来。妈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你莫管啦，我袂伤害你阿妈，也毋过我嘛袂当无防伊。不是你是加啥物件入去啦？你只是维他命尔啦，你阿妈无食药也袂好，也毋过伊食这嘛无白害。哇妈，你真正有巧呢，这招我袂落起来。无啦，你放心啦。我意思是讲哦，以后你若是老烦的，我袂甲你偷换药啊。你点点无人甲你当作下狗，你即马只要专心专意去摕迄个印鉴就好啊。咱娶新妇吼。是回来以后，大家我娶新妇哦，是回来给我面前看。真是，后一个囡仔出来就回来后头厝。啊，哎妈，哎，啊！我咧心话，伊咧心肝内一定纠缠我受伤啊，佮讲我甚物伊妈妈受伤。亚芳真友好啊。伊袂凊彩摕阮丈母的身体讲算笑，而且我嘛甲阮丈母讲过电话，伊真正人无爽快，才需要放倒去照顾。弟弟哦，都甲你讲，叫你头家较注意的。人迄个奥斯卡的黑人共肾结石尾哦，都无电影通拍，你即马当要穿呢？啊，亚芳若是甲代志误好大哦，你的前途都乌有去啊啦！我嘛无愿意安尼。我是足支持你，无唔对啦。也毋过你嘛无用，啥物代志拢叫我担。你都唔知诶，亚芳昨昏看我迄个眼神哦，我只不过是叫伊转来顾一个囡仔尔。以后都袂输看到迄个杀人放火大歹人共款，咧目睭青硬硬安尼甲我认诶。迄个时阵，敢若你会用救我？恭喜亚芳倒来，叫你去。想你啊，我就想你。来来来，你来泡茶解讲啊。啊，对了，妈，我想讲哦，是要再待几工啊？你敢会无欢迎我？啊，你想要再待几工啊？对啊，因为好莱坞片的片商讲，希望正南的剧本会当小修改一下。
安尼我讲投资卖较顺利。而且正南毛讲，即摆亚芳在后头厝，我想讲来遮待几工啊，安尼我甲正南讨论剧本也较方便啊。对，这才是重点啦！等你较了解阿斗啊，你才甲阮正南提点一下啦。若是要讨论修改剧本的，伫我办公室都用讨论啦。阿姊伫咧学校教几工的课啊，一定足忝的啊，应该好好倒来厝洗一下身躯，放轻松一下。咱麦当倒两杯红酒，切一寡小菜，安尼咱讨论剧本，麦较有气氛啊。哦，莫妮卡，你真正有够大心的咧，连这你都想会着。你哦，做你安心啊，住落来，看要住几工，你就住几工。我来替你订客房。真啊，等一下把行李关入吧吼。来，坐一下休困。妈，你若嫌我爱莫妮卡留落来。你不是才爱我细哩，要亚芳好嘿？啊，亚芳爱按呐，伊嘛爱按呐。啊，亚芳即马也无伫，不有代志啦。你到底在想啥？你若安尼向阳就走来，这是阮家，你安尼做会互我真歹做人。干妹，今麦王亚芳无伫，你妈妈真欢迎我，还是讲是你无想要看到我？咱若是要进所在见面，有真侪选择，这毋是你应该来所在，你真清楚。是啦，不管是饭店，还是你的办公室，还是车顶，拢是咱约会的所在。要毋过，迄拢是昙花一现，一下就消失去啊！我不爱，我不爱全部的你。你莫回来，那是我妈看到，我真歹解释。干嘛呢？要唔过我感觉你妈对我有真特别的感情。无你卡，我住落来，伊就会偷偷支持我。到时阵，你甲王亚芳离婚，伊嘛真欢喜啊。我唔是讲过，给我时间来处理。我是你上爱的人呢，我嘛是你的灵感女神 Muse。我真正想袂出来。王亚芳到底有啥物资格，会当徛在你的身躯边一直占位啊？我唔但要顾虑亚芳，阁要顾虑全全感受。你刚伫咧 party， 全全毋知看到啥，转来了后完全无爱睬我。你敢知影我偌艰苦？我袂用失去全全。你一个大学教授，阁惊你抢袂到监护权啊？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找上好的律师。你跟王亚芳的离婚官司哦，我保证绝对会当拍赢。好啊啦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伊即马离婚是上好的时机啊。全全即马阁细汉，等伊大汉了后，伊就啥物拢袂记得啊。到时阵，你就是国际大导演啊呢。到时阵，全全会有开袂完的钱，用袂完的资源，伊敢来感谢你。正南，会当甲你塞去金字塔顶端的人是我，会当改变全全的生活，让伊食青面烦恼的人嘛是我。王亚芳伊啥物拢做袂到，伊干那会耽误你尔。在你身躯边，啥物人才是最佳伴侣，你家己应该真清楚。你会留落来，不过你袂当活命。我安怎讲？这是我甲亚芳的家，我必须要尊重伊。我无希望，因为亚芳无欢喜，就去影响到全全。这个找女主人，真紧就会换人。今嘛，你唔是检察官，你嘛是金字塔顶端的人，所以我替你买新的鞋子、新的车，我嘛替你画，因为这拢代表你的身份、你的面子，嘛表示你甲你的过去已经告别啦，要开始你新的人生。你今嘛
就是全新的杜承恩。这个社会啊，就是看款式，甲金钱做代志。啊，不过即摆有我听你，以后我想搁较看轻你。拢听你的。你敢真正拢听我的？啊，不过恁爸妈到即摆搁唔肯接受我。迄是因为雅婷自细汉到做伙大汉，而且啊，伊不管是对我，啊，搁阮爸妈拢真照顾啊。阮爸妈是真孝敬的人，所以才一时无法度接受别人。奶奶，我要等偌久，才会当得到伊的谅解？你先莫着急，豆豆来，你放心嘛。最后，伊一定尊重我的决定的，因为我是伊后生啊。那安尼，你对王雅婷咧？我确实对伊真有亏欠，啊，不过我对伊已经无感情了。我用其他的方式弥补伊。你要用什么方法？我即马拢找袂着伊，等我联络着伊啊，到时阵才好讲。啊，不过我甲你保证，在感情上，我甲伊是绝对袂阁有牵连啊。我相信你，行，咱即摆去看车，我今仔日就要甲你的车换新的。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哎，小轩，啊，你人早去倒去啦？找无人，电话也唔接。好啦，听到讯息哦。甲爸爸打电话，知无？爸，阿伯，你来一只。爸，陈恩是我的查甫人，伊出现伫咱家，有啥物好奇怪的？伊有未婚妻呢。伊敢会当娶你？阿伯，你放心，应该会处理的，我会赶紧处理的。恁爸爸妈妈若是知影，敢会同意？这段时间，啊，不过我甲小平做个心理建设啊，伊当体谅。而且，结婚是阮两个人共同的目标。爸，我去开门。我来找恁爸爸，伊知影。姚总，杜承恩跟你讲啥？爸没来，我让你入来看阮爸。不是，让你来找陈恩的麻烦。你敢知影？杜承恩叫陈嘉诚来侮辱我，那不是我拼命抵抗，我早就已经被欺负啊！你三两句话就爱别人上心你，啊，不过谁知影你是挑过的侮辱陈恩的？都一个查某摕家己的清白去侮辱别人，无重视家己清白的查某人啊！小平。明个无礼貌，杜承恩，杜家美兰小姐讲，你叫陈嘉诚 QE 是真个啊假？你敢有？当然无啊！陈嘉诚拢甲假死假活的，流媒体来攻击我，这款人讲话袂当相信个。你又袂讲，那你想要怎讲？你歹讲别人。这都要问你啊，陈嘉诚是你个人，伊进前流媒体来攻击我，而且还阁为着你，走来病院阻止阮妈动手术，这你拢袂记啊？所以照你的意思讲安怎，这嘛是合情合理啊！你甲家己讲啊真无辜，那安尼我问你，我被欺负的时阵你伫附近，你要安怎解释？我哪会知影，伊伫外口欺负你啊？
我是刚好经过，我是要来找小平的。你讲白痴！耀宗，杜成恩讲的话你敢相信？进前要怎利用小平，你看得真清楚。小平为着伊，搁甲你偷工，这款用不正当手段靠小平出头的查甫人讲的话，你敢会相信？方美兰，你好阿妹，我爸叫你莫跟我冤家，啊，不过你偏偏就是要讲陈恩的不是。你是不是无逼我，甲你晾两句，你就袂快活？我即摆伫问你爸爸的意思，你根本伫咧攻击陈恩，你若是问阮爸的意思，你就是逼我要甲你冤家，你伫咧为难阮爸。爸，陈恩以后就要住伫咧咱家，所以我希望方美兰以后莫阁安尼凊彩出出入入。你若是想要约会，去别个所在，啊若无。若是影响到阮的生活，阮就只好搬出去。你伫后壁讲啥？厝要住好好，你搬出去要创啥？爸，就是你。你有听到阮爸讲的话无？以后妈阁凊彩来饲田里。陈仔，才着甲阮爸，甲要方美兰讲话，阁要针对你。杜成，恁爸母若是知影？你甲小平安尼出出入入，因会安怎想？因会真无谅解。啊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。我以后的感情，我以后的伴，我要甲你做决定。因早晚会祝福我，因为我是伊的后生。只有我快乐，伊的人生才有意义。是讲啥？拄只，佮表现出敢若真要紧恁爸母的款。我讲无两句，就要甲我拍。啊，即摆小平徛在你边啊，你敢若要紧你家己？恁爸母饲出你这款的后生吼，真正是了然啦。随时你安怎讲？莫阁想要用阮爸妈来威胁我。王律师啊，我想要好好考考你，莫阁做出让大家为难的代志，好吧？阿伯，歹势。今麦我跟小平要出门啊！耀宗，你有看到无？迄杜成根本把家己当作是赶家的囝婿，你真是要让伊利用小平，让小平见这款人性？我嘛是无法去啦，我无法度啊！什么叫做无法度？有一件代志哦，我无甲你讲，你可能唔知影。小平自细汉就有边缘性人格，迄拢是我以前哦，伤过无用事业，无托去照顾造成的，我对伊哦极度亏欠。之前我冇主动伊甲杜成恩来往，结果安怎你嘛看到？今嘛，我敢若希望小平会当欢喜过日子就好。那些的杜成恩，我再来想办法处理。那呢，我要安怎？我差一点仔被人欺负，安尼个做杜耍？我老公耍，我是感觉暂时先安尼啦。除非你会当把陈嘉诚抓出来做证啊。啊！无你讲一句，伊讲一句，我嘛无法度判断。你无信任我？我唔是无信任你，是讲爱有证据，咱才会当踢人的嘴啊！耀宗，你是你早嫁，是甲是非不分啊！这么侪年来，我头一摆对伊感觉失望。美兰。老实讲，你若是叫我选择，我会选我查某囝，我无选是非。真实的，我知影我安尼讲，你会真痛苦，你嘛会对我真失望。不过你会当无需要委屈你家己，所有代志，我你家己决定。
走就是认输。我会把杜成的离婚册王雅婷吹出来。你别去刺激小平啦。刺激嘛是过程，我要让伊让小平知影，杜成个是你利用伊，伊目睭来跟他一干，你跟他阴怀富贵。我要让小平看清楚这点。美兰。最近疫情较严重，恁大姐夫都隔离解锁，保持安全距离，你较好啦。而且你起码有心啊呢。大姐，你哪会知影我有心啊？是找你爸爸讲的，大家知影了，拢真欢喜。啊，不过我差一点仔都无安怎保护这个囡仔。大姐，我的爸爸有要紧无？你放心，医生已经检查过啊，你家宝宝都平安无代志。是讲这科小平不知在想啥，心肝真够有够凶的。阿姨明明知影你有心，搁甲叶少峰联手想要甲你害死。大姐，啊，你哪会知影要来甲我救啊？你传一个简讯，讲要去部落出差，人就无去啊。爸讲这不是你做代志的方法，伊搁专工位会讲起来，去你的画室看有啥物奇怪所在。我后来想想嘛，感觉这代志无啥对，我就甲亚春讲好，最近一定爱甲柯小平定掉的。结果就互阮发现，你真正伫伊的手头，好佳哉！你上紧急的时阵，甲你救起来。大姐，真正好加在你甲亚春的，那么今晚我同我的宝宝都放心，有我伫，绝对袂让任何人欺负你母仔。我真正唔知阿陈最近写无影啥，伊哪有可能啥物都唔知影，佮又在柯小平安尼对付你。我知，我这段时间拢让因关伫仓库内面，柯小平佫甲我讲话。陈恩对我的代志拢无要无紧，嘛无要来甲我找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我愈想愈奇怪，我一定会甲这件代志查清楚。你起码有心啊，有囡仔的未来，因两人的代志确实是要查清楚。而且我起码已经是一个妈妈，有巴肚内面的囡仔，不管面头前有啥物妖魔鬼怪，我拢袂用个惊。你今嘛总算是体会为母则强的心境啊，对吧？是啊，大姐，我今嘛真正会用体会妈甲咱四个车勇大汉的辛苦，还佫有你爱护全全的心情啊。为着囡仔，面对更加困难的处境，嘛是要想办法冲过去。大姐，无咱来去报警好无？甲柯小平甲叶少芳做这个代志吼，拢让伊受到法律的制裁，然后才等于出去甲妈报平安。报警当然是一定爱，啊，不过咱阁爱想别的方法去对付柯小平。伊是一个律师，一定知影要安怎弄法律的空白。就算即马报警，伊嘛有可能有材料去逃避法律的责任，甚至是假案。啊，那安尼咱该安怎做吼？志成阿嬷八十岁的大寿伫要到啊！伊讲大业集团会办一个寿宴，会有足侪贵宾。我是拍算伫迄个时阵去拆破柯小平还有叶少峰的证明簿，互因一刀毙命。咱若是先公开，我相信检调单位重加无办应啊。啊，不过伫这么重要的日子，甲遮个代志也压出来，安尼二姐敢会足为难的哈？我会先去找叶家的人拍一个招呼，而且叶家阿嬷是一个真正派的长辈，伊若是知影伊的大孙交给外人，
做出这种笨手段，伊煞什么拢唔知影，对伊来讲才是上艰苦。来啦，你什么拢莫烦恼，在家好好休困，把个代志拢交给我，大姐绝对袂让你吃亏。大姐，自咱细汉，你都一直是我的救星啊。若是无你，我要安怎？我唔那是你的救星，我阁是你的靠山。你敢会记得细汉时阵遐臭男生来欺负你哦？你话一声大姐，大家拢走干那飞呢。所以啊，只要有你在的吼，伊都拢唔敢话过来。那是当然。大家拢知影我是请查某，是哪欺负你？因就知死。你伫个创啥？你创啥，我就创啥。你要先看，那呢，我跟你同齐来洗，洗你上爱鸳鸯泡泡浴，我可有沾沐浴球来哦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你莫有白来，我妈房间直直隔壁。洗身躯有啥物好大惊小怪？对无哈，我讲会。我见过你。你若想要待较久嘞，就较乖。我都已经待几摆啊，我当然想要跟你做伙啊。唔管啦，我要跟你同齐洗身躯啦。来，给我脱开。好啊，卖闹啊。好啊，你若是要跟我洗啊，我就坐一只等，等你身躯洗好，咱再来做床上活动。你想看卖，倒一种状况，才会去吵着恁妈？你实在是好啊，什么拢莫讲 ，just do it。你俩在创啥？叶枫，你哪回来？小春，你真叫我告白更小。我亲卡才拄离开尔，你后卡就带这个查某人转来。叶枫，你较冷静嘞。我甲莫妮卡啥物拢无做，是好莱坞那边想要修改剧本，啊，莫妮卡来找我讨论的。这种讲白话的借口，连全全都无法度骗过。你即马讲出，你袂感觉你家己足见笑的吗？冷静一下。在外口乌白来，搁一下顾虑，啥物餐厅的便所，在车顶，还是在休息室，迄就已经足过分啊！今日去见好这查甫人，安尼亲门打虎，真正伤过气我了。叶枫，你听我讲，其实你看着嘛真好啊，安尼你才知影正男对象较有激情啊。姐姐，你无资格讲话，你讲啥种女人啊？你手人的红腮青毛大号，讲唔知影见笑，我讲的就是你。好啊，莫妮卡，你先莫讲话，我来处理好。亚芳，我知我做真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不过今仔日是一个意外，我唔是超过伊要让你看到这款的剧本。总算是承认了吼，你总算是承认你甲莫妮卡两人有暧昧。我之前不怪你遐嘴假，你就是不爱承认。
甚至讲，我爱俩干在床才有准神。今日我抓到我，一切都是在咱的房间。你讲啊，你即摆到心灵啊，你讲你先都分配我的。但是，好圈圈看到这个场面，你会受到我尼啊大伤害。我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，让你安尼对待我？你还当这样自私？其实我感觉，圈圈知嘛拄拄啊好尔，互伊较早知影事实嘞，互伊知影伊的爸爸并无爱伊的妈妈，伊爱的是莫妮卡阿姨。搁再讲啊！现在的囡仔嘛拢真早熟啊！你给我走开！你给我走开！你除了阿美人，你叫我啥？你根本就无才调，你跟阿美人俩，而且你用全权威胁在哪里？我丢开囡仔，为着我家己，我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？我笑，在哪是我？你是凭什么跟我笑啊？在哪？你甲讲，你加班的时阵是去倒位加班的？莫妮卡，你要不这个哑巴？你唔敢讲信，难道我听你讲？王亚芳，你听好清楚，正南去加班的时阵，是去我的名声店跟我加班的。对不起！对，正南跟我加班的时阵，莫讲，对不起，莫去影响到别人。而且，伊佫跟我讲，伊跟你做伙的时阵。并无这种尴尬，伊今日只是交功课，只是莫害你气坏伊尔。像恁这款人，亚芳，有话好好讲，莫冲动，把家都扛来。我跟你无什么好讲的，你伤害我，伤害全全，伤害咱的家庭。你选一下，好啊，我今日就成全恁这对狗男女，我跟你所有一切拢会嫁掉。全部拢是我送予你，拢来加灯。对，安尼就对啊。回头你真清楚，正南无爱。
因两个即摆伫讨论剧本，是要送去国外电影公司的啦。杜家俊呢就已经甲我承认啊，伊讲好啦，伊互因讨论啦，你莫再甲人叫啥，你搞出来，有代志咱出来外口讲，行啦。走，行行行。回来要创啥啦？你无甲正南斗三工就准倒煞，你搁要倒来毁掉伊的前途是无？你好心对婚姻不丢，你搁安尼为何伊？正南今日会变干呢？你即个做妈妈嘛有责任。阮两个是倒会做唔到代志啊。莫妮卡替正南找机会，因两个感情较好诶，遐嘛是真正常诶啊。而且阮正南虽做烟斗，佮有才情，足侪人喜欢伊个啊。啊！但你毋是因为安尼才去爱着伊？不管条件安怎好，结婚了就是袂当伫外口学白来。假使我今日是你的红婿，做这种代志，你敢阁有法度替伊讲话？那你就当作伊两个在搬戏，这么认真要创啥？你应该好好感谢莫妮卡，这么支持你的先生，互你的先生事业愈来愈好。这款机会毋是人人拢有呢。一撮颠倒是非的话，你竟然讲会出嘴？唉，吵吵闹闹，根本无法度专心讨论剧本。我先倒去饭店啊，遐老人家己解决啦。你要走啊？哦，歹势啦，互你看笑话呢。袂啦，妈，你莫安尼讲啦。是有人毋知影状况，硬要来乱。我先倒来，明仔载再来看你啦，哈。好啦，我你明仔载再来。亚芳拢给等来啊！你现在跟莫妮卡明仔载过来。也无嘞，莫妮卡无做唔对什么代志啊？唔对的人是亚芳呢。亚芳，无你就先回去后头厝过过家才回来啦。代志就已经不干安尼啊！我敢有需要搁回来？我敢有法度搁回来？张春楠。这就是你要的结果。绝对不是，妈，你听我讲。你才听我讲。你即马需要莫妮卡替你联络美国那边，所以你必须要好好安排伊。假使讲美国的资金也提不着，你就去了了。妈，所以你即马意思是讲，叫正南跟外口的查某人做伙就对啊。我即马替我后生的人生做上好的安排。啊！不过电影这道上看重的是才情。卡叔正南剧本真正有够好，那安尼金主自然就会提钱去要甲正南签约啊。卡叔最后美国那边决定不爱投资，那就表示讲正南实力还阁无够，就算是靠莫妮卡嘛是无效。你这卖意思讲我好像无实力是唔？妈，亚芳，你完总，你卖俩钟讲你这卖受委屈了。你现在所做的拢家己做得来啊！你无爱找大业集团甲斗三工，伊唔只有需要莫妮卡，他真正有本事的人，唔免四界甲人拜托，自然有人甲伊投资。你即卖意思是咧讲啥？你讲我的后生无才调，所以你唔肯救大业集团的资金，所以你要甲莫妮卡赶走？你即卖是存心要甲毁掉就对啊？我无，毁掉正南人生的人是你。要跟我莫妮卡，妈，亚芳对我阿哥这个家付出真多，你安尼讲对伊无公平。你可以讲你赞助你去国外投资，这臭孙仔你要讲偌久？伊即马无爱甲你斗相，佮我要听你的台，我无可能容忍伊讲我的后生。我了解啊，所以我对你来讲，只是一个利用的工具。我已经无利用伊价值，就应该等你去粪扫桶。好啊，那呢，我嘛免讲勉强啊，我就让莫妮卡做你的新妇，我会跟正南离婚。这是你家己讲的哦，无人逼你，死狗你唔通去外口外头，我这个大家。妈，你先别讲话好不好？
亚芳，你别冲动啊！婚姻是咱两个人的代志，我从来没讲过我要离婚。你无要跟我离婚，你嘛无要离开莫妮卡，我是安怎要让你糟蹋我？因为伊重感情，所以才安搭你。等伊来冷静落来，伊会选择莫妮卡。妈，你别跟我冤枉啊！这是我自己婚，我自己出，你怎么插嘴啊？你真搞！我的后生为着为你来骂我这个臭老母的，我再讲一次，我无可能让我的后生放弃去外国发展的机会，也就是讲，我无可能让伊无跟莫妮卡做伙。那安尼我嘛再讲一次，我绝对跟郑南离婚，让莫妮卡做你的媳妇，我嘛会把全全带走。全全姓张，不是姓王，伊是我的金孙，我无可能让你娶走。好啊，那恁咱就等来看，法官会甲囡仔判给我这个妈妈，还是这个偷吃无负责任的爸爸？阿娘倔强，你都爱较注意。伊若真正要离婚哦，你囡仔绝对袂用让伊带走。迄是咱张家金孙的，你也甲带倒转来。妈，唔是我爱讲你，你明明就知影亚芳的个性，是安怎要甲伊硬拖硬呢？无怪即马，伊讲要离婚，我一直希望你莫激动，你是安怎讲袂听呢？啊！你即摆意思是咧怪我？我是为着你的未来咧设想的。伊若真正要走，咱就甲伊离。咱若去娶莫妮卡，人生做水，又搁有钱，会用的得印翁，亲像这尼好的某，袂用的放伊走。妈，我自头到尾拢无要离婚，我爱全全。嘛，无可能给伊一个无完整的家庭。你甲亚芳已经走到这个程度啊，敢还阁行会落去？好啦，就算讲勉强行落去，恁两个安尼相对上，除了冤家又阁是冤家，对全全敢会较好？对，我是卡大上阵，不过我亚芳，我会甲伊分析的。伊考虑到全全会原谅我，所以即摆决定选择亚芳。这毋是选择，我原本就无要离开我的家庭。那安尼你的梦想呢？你的世界级的大导演呢？啊，你的奥斯卡呢？啊，你的台湾之光呢？放弃啊！我相信莫妮卡还是会替我看戏的。你当作人是戆人哦？伊得袂着你的感情，伊敢有可能阁继续付出？伊讲全全不爱睬我，我的心真正足痛。我想清楚，国家事业我会放弃，不过我绝对袂失去全全。你敢袂想过天真？亚芳抓到你头前哈尼啊济，伊敢有可能原谅你？你敢袂用个较巧诶？莫妮卡这条线你绝对袂用个放啊！亚芳知影我头前这么济个，一直到亲目睭看到我甲莫妮卡做伙，伊才发脾气。我相信过几工了后，气消啊，我认真甲伊分析咧，伊可能会。拜托的，等你嘛较有查甫人的气概的，你敢真正要走到伊面头前跪咧甲回事咧？等你某遐尔啊冲的个性，若转去后头厝，伊遐姊妹啊甲小几句啊，唔免等到伊气消，伊绝对主动来甲你离婚的啦。阮做阿母这么多年啊，我相信伊会体谅阮的情分。你莫做迷茫啊啦，
那以伊的个性哦，伊要告你，要争取干部权哦，你稳输的啦。你上好提早准备，你若无想要失去你的后生，我也无想要失去我的金孙啊。我会想办法把亚芳按下来。那安尼，就要先下手。明仔载全权下课，你就先去把囡仔接倒转来。你的意思是，要把亚芳跟全权分开，安尼颠倒会让亚芳更加生气，代志更加歹收煞。囡仔倒来家己厝的有啥物唔对哈？而且伊要倒来后头厝，迄是伊的代志咧，迄是伊无尽着一个做妈妈的责任吗？但伊还未离婚之前，伊还阁是张太太。伊若要顾囡仔，伊就必须爱倒来咱张家。啊，你是咧丢毒啥？你若搁安尼丢毒落去哦，伊若寄纯正信函来，囡仔都唔是你的啊啦！我知影要安怎做。全全，哦，这样你娃现在怎啊个不爱困啊？阿妈找我开讲啊。阿妈找你开讲。妈，啊，恁娘是咧讲啥？哎，迄啰，嘿，紧去困，吼，安尼阿妈就别给你出卖啊。晚安，晚安。妈，我带全全来这住，跟我们丽莎。无呢。阿姆哥吼，伊知你心情无好。头拄啊吼，才咧问我讲啊，这个母亲节毋知送啥物互你较好咧。我著甲讲啊，啊吼，归去吼，甲家己当作礼物啦，啊拍一个大大的蝴蝶结，啊当作礼物互你贴，啊你绝对欢喜的啊。哦，伊目睭甲我贴甲真大蕊，你知无？啊，生一个后生才哩捌代志吼，我甲辛苦嘛记得。不过看到囡仔比大人更加捌代志，我真正是感觉我的辛苦足无价值。正南，你找你讲未？来讲到伊，我是真正已经切心了。我甲伊夹袂落去，我要离婚啊！今日若是你阿妈80岁生日，若是你要准备接班大喜的日子，小等下寿宴开始，你来趁厝里无人的时阵，紧转去，把恁阿妈的印鉴找到。请你即马去甲全全带出来，我要去。啊，我无啊，甲莫妮卡伊斗阵啊！我无要求啥，干那求你。包容我甲莫妮卡一阵吗？一个歹查甫，全世界上歹的查甫，我爸爸也是我妈妈，绝对不是。你谁做？谁做啦？全全的抚养权我绝对会争取到底，你上好是爱有心理准备。仙女来上公园。妈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的少妇不是要改嫁是？我知你是不甘愿跟我离婚，才会在这里胡编乱讲。你根本就是针对叶少峰，这种查甫人的话根本袂当相信。你有啥物资格讲这种话？你甲叶少峰甲伊娶走乖起，我想要甲伊害死。你根本就是这样，你这款的人，无资格做叶家子孙。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尽崩啊！从即马开始，马上离开叶家。叶少峰，你甲柯小平甲王阿弟娶走，我已经将阿将骨啊，等你跟我回去，再去调查。Yeah.
才有天地。